新圣教义经大学第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届贤士同修，我们合掌恭念开经偈：义经心法妙难闻，义经心法妙难闻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我今其习诸妙法，我今愿此功德皆回向，愿此功德皆回向。南无鬼谷先知王禅老祖，南无鬼谷先知王禅老祖。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，今天呢我们在大安寺上课播出，转到垢分寺道场啊，仙佛寺啊，台南道场，还有大安大凡寺啊。我们今天的课程讲到择日，择日非常的重要，但是有的人说天天是好天啊。曾经我对一位老先生老和尚啊，他对我很不以为然啊，一直说你在直接讲择日、讲风水、讲易经、讲风水不究竟啊，尤其讲择日啊，说在我们教里面就是天天是好天。我跟这位老和尚说，在本法门里面啊，天天若是不对的是天天星期天，天天好天，天天的星期天有没有一样啊？天天星期天就神经病啊。我讲到这里，这老和尚呢愣住了，有那么严重？当然这么严重。我证道的结果，好多日子你若是选错了，结婚日你选错了，烦恼也很多啊。结婚日子冲新娘煞的日子你就要注意，不要冲新娘，冲新娘啊，也不要冲新郎。你冲新娘，冲新郎所发生的结果，尤其冲新娘啊，若是结婚的当天晚上，我们民间就有这个礼习俗风俗，要端茶出来请亲戚朋友啊。若是亲戚朋友那一天又和新娘啊同样有冲煞的时候，这个人马上就倒下去，倒下去呢不泼，口吐白沫。哦，这个老和尚有那么严重吗？就是这么严重，我印证过啊。再来，若是冲新郎，哈，那问题就更大啊。冲新郎，新郎呢结婚以后
莫名其妙的病都跑出来，检查又没有病，这是冲心囊。所以昨日我们各位同修们，你们一定要很注意，当人忙的时候要注意心凉，心凉不冲啊。再来也冲婆婆或是冲公公啊，冲婆婆最麻烦啊。我们一位老信徒有一天呢，他就来见佛事，说师父啊，我新妇媳妇跟我24年没有讲话，我呢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结婚，当时记得很清楚是哪一天啊。那好了，那天刚好冲到婆婆，冲婆婆啊啊，他问先生说没有关系啊，你躲在啊卧室房间躲好啊啊，当然心里有几百料以后你才出来。结果那一天呢，就是车子塞车又抛锚，哦，耽误了1.5个小时，快2个小时，时间都过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他等着跑出来看，出来5、6次，到最后一次呢，刚好新娘车门打开了，他出来看了，啊，我衰啊，我死啊，婆婆啊，说我衰啊，我死啊。那么媳妇呢，新娘那一刹那的如雷贯耳，而从此之后她从来没有叫婆婆一句话。24年，你看有严重吗？哦，所以选日子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啊。问我怎么办啊，师父啊，啊，孙嘛足大汉啦，孙嘛20岁啊啦，啊，还没有听过媳妇叫他婆婆一句话。我就请示王禅老祖开示，你现在重新选个日子，选好啊，就重新结婚啊，孩子没有关系，新娘回家放假3天，然后用礼车啊，比较漂亮一点的，穿的衣服比较漂亮，不要穿婚纱了，因为儿子跟着一起去请妈妈回来啊，所以请稍微漂亮点的，然后把请给钱，和他的母舅摸姑。我们结婚了，摸姑是代表天来见证，摸姑啊，哎，这么大的，我们那里做摸姑的人吼，你爱享受这个权利跟威严，好，啊那就重新选日子，给他们又回来家里结婚，就结婚了，照常要进入洞房，但是婚纱那个纱布不要盖起来，然后请亲家前摸一边摸姑，啊，这边的亲家，请来一起吃饭，啊，这样他的媳妇呢，开始脸都变了，变成以前相亲的时候看的那么慈悲的一位媳妇，所以家庭就圆满。和谐了，就啊开始过着正常的生活，带他媳妇来仙佛寺拜老祖。啊，他媳妇跟我说，师父啊，我这嫁到这里来24年，喉咙被掐住了，叫不出来，是安啦，
啊，婆婆讲啊，系啊，我死啊，我衰啊，我死啊，啊，这一刹那让他的喉咙，媳妇的喉咙都受不了哎，这是择日的厉害，啊，各位不要等闲视之啊。各位维新贤士同修，各位所望善知识，本易经大学是养贤蓄才，培养每一位都是成为贤者，啊，证明育德，啊，帮助所有有缘的人，崇尚道德。所以道德每个人都要，但是当一个人他百事不顺的时候，到时候道德都没有了。啊，回想在我行道没有多久的时候，因为我刚行道也没有法服啊，普通衫的穿的啊，头毛嘛长长啊，帅帅的啦。哦，啊，青菜呢？吼，灰也蛮青的呀，啊，但是这个庄严性没有出来，啊，这个大众们要尊敬与信受就很困难。啊，有一家建设公司，啊，老板呢，他是非常的慈悲，公益事业做的很多。啊，在台中大里一个地方盖一个社区，啊，朋友介绍他来找我，那时候我还在台中市五权五街，在那边啊为大家服务，啊，这个老板去看到五权五街这家。他就很不起眼，看不上眼，啊，既然朋友带他来了嘛，啊，他勉为其难进来，我不知道卜卦，啊，卜卦，我说你这片社区，你会赚钱呐，啊，但是你的日子一定要很小心。这个老板说：“哦，有啦，我有一个老的入客师，以前都他在帮我看。啊，他就问我说，他要啊推销那一天见动图，那天刚好是礼拜天，啊，礼拜天是最好。我顺口跟他说，天天星期天。”因为我还没生病以前，你看过一部电影叫做《天天星期天》，就是一大群都笑哎，就是《天天星期天》。哦，他说啊，这个天星期天最好。啊，在什么好日子都抵不上星期天。那好了，那你就好了，天天星期天嘛。我说这个日子。第一，冲你的本命，啊，他属蛇，刚好是选亥日，亥巳冲，那一天是诸事不宜，农历的四月份，四月份亥日月破，啊，自己本命又是巳，日又来冲。我说日是天呐、啊，代表天。你这样逆天不好哎。就哎呀，老叔啊，吉祥好啦，这边信这拢参考参考啦。
我说好啊，参考就参考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他要包红包，问了多少？我说不必钱的啦。啊、哦，他说既然不必钱，我再问你一些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你问啊。然后这个社区，你帮我普看看，好看，有没有干净？啊，那挂上一出来，就是动摇祭神又入墓。我你这都怎么播的吼？他说旁边有王阿伯啦。我啊，安尼这下你死去啊！我那时候我口都没有修嘛，我都安尼这下你死去啊！来一个天天星期天，带一个死去啊！啊，听到阿妹啦，你这货啊，底下就我边啊，为什么个用我的铁皮围高一点，人来都无坏啊？也有道理哦，那阿妹也无坏啊。哦，我讲啦，日子不好，到时候摸一摸边啊，看个很很很啦，哈哈。刚好那一天要动土要推出啊，啊，刮一阵大风，摸一摸遐风对摸一摸遐过来，对木那边过来，它弯了是弧度的。好，弯了木要把它围起来，结果风从那边过来，鬼按倒呀，干瞪眼。所以这一批啊，这卖不一间啦，啊，一百多间卖不一间，啊，土地铁款又是借的，吼、哦，搞咩嘞？这个老板就去金地方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来找我来拜老祖。那时候他来不是穿西装啊，请那个夹扣，邋里邋遢遢的，头毛闪闪。我看了，我头家，今日拜鬼啊，今日拜鬼，礼拜日啦。精神已经有问题了啦，天天星期天啦、啊，所以他的太太跪着老祖前面求，向老祖磕头说他不对，他先生安装，我没有办法，那个是老祖啊，那个天来老祖代表天，神代表天，佛代表天，你不要逆天。天告诉你这个日子不行，啊，你就不相信。那么好了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所以讲来起笑。因为啊，台中市南屯路啊，啊和美村路交叉口那一个静和医院，就是神经医院，离我五街很近。哦，那一位先生呢？啊，一有时间申请出来，就用走到我五前五街和静和医院差了200公尺而已。那段时间呢，他都会去那里要跟我聊天。我想跟他笑的聊天呐、啊，聊天哦，你个坐5点钟哦，他讲5个小时给你听啊。那就天天星期天。那怎么办？无救，无救，啊！被钱吓走了，啊！惊一个嘞，精神起问题，天天星期天，所以我们为人选入主人的生肖，你若是做那个月，比如啊，我是属羊，6月丑入。啊，刚好冲我，啊，又是冲本命，啊，又是月破，那雪上加霜，各位要小心。
新圣教一心大学所有贤士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择日的要领有好多好多的法门啊！我研究择日的应验，就是董公择日选。董公的择日日课啊，我发现简单又实用啊，尤其现在个人购物的方法很多，有什么三连派的，什么派什么派什么派，到最后来破派啊，最普派的就是董公择日的日课。董公的师父师尊就是王禅，王禅老祖。所以董公择日日课呢的因缘啊，就是当时我还没有行道以前，还在做测量，家里很不平安。我就请邱老先生到苗栗公馆大亨村，好像18号啊，去请邱老先生啊，要请他来看我家的风水。我去了两趟，那时候我也没有车子，也没有摩托车，我就只有坐公共汽车到苗栗，然后再搭汽车到公馆，下车用走了很久，走了超1个多小时啊，才到邱老先生的家里。去了不在，那我又回来了。第二次去又不在，那时候没有电话，那里 他们家没有电话。好了，我第三次我又去了，第三次去了，我就跟着我一位纯建筑师，他有一个600cc 的小三两18路车子载着去了，去了刚好邱老先生在他在为两对夫妻在看日子。那时候我去了，邱老先生人不高，头发也没有了，很有礼貌了，90度的请问拜门拜问先生有何贵事啊，我看了很感动这么老的老先生，他还90度的和拜门，所以那时候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教育，就是要谦卑。我看到邱老先生的谦卑，我信心都出来了。邱志堂先生然后他就端了两杯茶，请我跟陈建筑师用茶。他说：“拍谁哈？”你请下姐姐用姐姐，我为两位先生，这两对先生
看他们有什么问，有什么事情。第一位，啊，夫妻的，啊，拿了一个入课给邱老先生看，都没有讲什么。但是我看这一对夫妻，心很沉重。啊，邱老先生就自己用抄的，那时候没有印刷，啊，抄的这一本呢，反正说，哎呦，这个日子，那结婚，新娘会上吊，会自杀，恐怖呢！这哪会先生遐无负责任啊？哦，先生哪会遐个考虑不周到？啊、哦，这新娘会自杀，这是一对夫妻，浩浩大哭，啊，才讲出说，结婚的第二天早上找不到新娘，这个新娘用红丝线、红丝带、金啊、红丝巾绑了。绑了也没有那个力量啊，为什么绑了就会死翘翘，而且死在床铺下？这就很恐怖哎、欸！啊，所以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。啊，邱老先生一直害他。现在的入户那么多，难道这一点知识都不懂吗？太好，安慰甲讲这嘛命嘛无多啊。啊，那一对夫妻也，两夫妻就走了。接下来又换一对夫妻，又拿了入户给他看。结婚入户，看你发的话，哦，这个也严重哎，新牛新龙龙爱死哎，有横祸哎。那两对夫妻，那对夫妻，吼，跟浩浩大哭，心里看得很难过，说他的儿子娶媳妇，啊，坐计程车，车子开，礼车开到铜锣平交道，啊，现在有高架桥，以前没有高架桥，就平交道。你车到平交道上熄火啊！你看呢？怎么办？熄火熄不了，人下来不了，火车来了，撞死了。司机、花童、新郎、新娘都撞死了。后邱老先生更生气。啊，郑先生庸师。乱来，哦，不负责任，没有道德，啊！但是人都死了，有这两件事给我很大的震撼，所以我决定要请邱老先生去我故乡去看一下，好，请他帮忙看，因为我家里很不平安，两年开刀开五位嘛，请他到我家里去，我在中寮。南投中寮，啊，所以邱老先生，我在那里坐了几分钟以后，他一直说选日啊，那么多种的选日，只有这一本他印证的最正确，就董公择日选的日课啊。贤士同修，啊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选入的日课书啊，
各显神通。啊，武术书籍的入课书本很多，各种门派都有，各说各话，那都对个人因缘啊和福报因缘而已，我们不能说他们都不对，也不能说只有说我用的对，这是个人的福报啊。所以我们为人看结婚日子婚嫁，婚嫁各位要注意哦，重点第一个是新郎与新娘，然后双方的父母生肖，这很重要啊。一般我们结婚首先要注意的啊，太岁年尽量不选择结婚，冲太岁的年也尽量不要选择结婚啊。在过去我印证了那么多啊，太岁年啊，就是太岁当头坐，无灾必有祸，冲太岁就等于冲上皇帝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有如啊，很早以前蒋介石啊总统来到台湾啊，有一天他要到日月潭，在南投民间一个叫恰醉的地方要路过啊，以前要路过总统旁边都有侍卫啊，神枪手，刚好要到日月潭的半路上，民间的地方田里面看到草在动，那个稻子很高，稻子在动，神枪手啪一打，一看打死了，去看了、哦、就是一个那个农田的主人赛进啊，阿库里在一个稻子里面的棒赛，他也不知道啊总统要过来了啊，所以他听到有很多车声哎，要上来看，就被打死了，那叫什么冲太岁啊。哦，这么弄哎啊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比个喻，那就冲太岁了。所以我们选日子，你要结婚年最好不冲，不冲新郎新娘，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啊，不结婚也不行，那就开个方便法门，先去登记，先登记啊，到户政事务所先登记，以前到法院去公证，法院公证啊，有这个执事官啊，代表国家2300万人的福分来给你作证，叫做公证啊，就然后户口先登记好了，等到过了这个年，再选个好时间再请客，那就比较平安了啦。所以最近来这几年来啊，很多信众大德，我们同修的师兄师姐的儿子女儿
要拿入要选入后，我一定要问说会等你无？我一定问讲会等你无？哎呦，师傅，哎呀，会等你，我入住钱给他了。过了几天，入住拿回来，师傅，没等你了，没等你啊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先去登记好了，先登记一个责任，啊，对子女的责任先登记，然后过了年后，你再来办结婚的手续，啊，办那一个祭祖拜祖，但是你去公证之后，回来照常例，安仪。跑进金银财帛啊，这个饼干糖果三星酒类啊等等哎，照常爱点缀在祖先的前面，就不对外那么热闹啊，这个也叫做什么？偷修啊，就偷结婚啊，不惊动法界，但是爱跟周先共，这个我们这是一个礼礼啊，所以各位同修以后念买度的足侪信众大德，有这个欢喜的时，叫他们先去登记。到法院登记，那家改户政事务所先登记就可以呀啦。啊，要铺张请客，当然贵了你，就是你贵。啊，太岁年过了，啊，再来结婚会更平安、更幸福啊啦。啊，这个结婚的一个例子。另有一个例子呢，啊，就是入客师啊，他所注意新娘，啊，家人呐、啊，双方的主婚人，他说爱不阿紧呐，嘿，阿妹因得结婚呐、啊，但是各位，人生有三次大，第一次大，出生最大，第二次大。结婚最大，第三次大，死翘翘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时，三次最大，人生三大事：出生、结婚和往生。哦，所以这个都跟入客，出生就不要管入客了啦，啊，出生。就是随顺因缘，什么时候他要来就让他来。啊，结婚，人生的中途点。啊，上贯古今。啊，结婚日子到未来千秋万世，这都是我们不得不注意。啊，所以这一点大家同修要小心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、啊、人生三处大，尤其结婚这一天是最大，父母是父母，但是这一天就夫妻最大，新郎新娘最大。若是日后你选了冲父母，你就要小心了。啊，曾经我们一位信徒，啊，他爱着张，啊，太太来求老祖说他先生。啊，几乎快不行了，讲给我听。
我说你结婚是哪一天？女儿嫁出去是哪一天？啊，我看一看，结果那一天是正冲，新娘女孩子的爸爸，正冲，时也冲，所以他女儿和女婿结婚带了要出门要谢别，不是告别哦，谢别父母啊，这呼吸做的啊，那只有那一天，新郎新娘最大是代表天，因为你选日子好了就合天了啦，合天你就是代表天了，新郎新娘就代表天，所以就跟着父母谢别啊，像爸爸妈妈跪的三跪三顶礼啊，那是顶礼，不是叩首，也不是叩拜哦。啊，三顶礼，我们讲话要会讲哎。哦，新郎新娘家老被老母拜别，阿巧也去拜别。啊，谢别顶礼顶礼，啊，唔是个老爸老母拜别。哦，那行三顶礼啊，你比方说三不叩拜礼，父母还在，不是用拜，用顶礼顶礼，头起来顶着天，拜下去顶着地，叫做顶礼。那新郎新娘啊，跟他的爸爸妈妈顶礼新那个媒人啊，跟老爸老母拜别，靠腰哎，拜别。迄个时阵，爸爸就吃着，心中都缩起来。说起来呢，出门呢，比女儿出门还快，赶快撑着送到医院。所以他呢，我看到、哦、这个架枪、日枪、洗马枪，新鲜啊，要好多双就得洗啊。伊人我新鲜讲无要紧啦，新娘代志。不了解新娘新郎，迄个代表天诶，天上大呢，哦，也是天地诶，代表天甲地啊。咱囝咱也未结婚诶时是后生是天，啊，查某囝是地。一旦结婚了，天地总皆全俱全了呢，所以。阿弥呢，冲着菩萨萨，问我要安怎啦？啊，伊翁婿新娘的爸爸，伫病院照，无效啊！哦，无可奈何啊！所以这个选日子，咱爱要注意。啊，若是说时拢有环境啊。各位同学，你要注意，在时啊，辰时穷老爸，巳时穷老母，啊，午时穷公公，啊，未时穷婆婆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要选择日子，啊，结婚请新娘请出来，一时啊，不要冲。啊，新郎新娘
的岳父和岳母。那么你算的进门的时，也就不要冲新郎新娘的父母的时，男方的时不要冲冲到，安尼就无问题啊。有一次，咱这师兄师姐，那海啊老因出名，他会一里差不多一条街啊，都搞啊。哦，问我是怎么办呢？我那吹吹人，再时去冲冲个下晡时啊，你怎么办？伊讲无呢，师傅，我娘先带出门，啊，我车回来佚佗，啊，到处去旅游，旅游到回来。哦，我爸爸妈妈的席都啊，五十位时都不冲，我们孙子才进来呀，好了啦。我哦，完了连接足长呢，愈近愈长呢。啊，因就坐去开车，对台将变一个潭，一个潭诶去啊，洗洗咧，洗到就好爽咧。伊讲说，甲阿妈人伫前面写些牛啊，要那机关咱那找无人啊，剃头过头去。哦，等下互老爸老母骂一个，就衰啊啦。哦，所以各位，人生的事情就会真济啊。那我们作为老师的，做人家老师的，恁爱足注意诶。好，我还希望这两天的时间，啊，一直来这两节的时间呢，为各位来讲昨日婚嫁爱注意的代志啊。好，这个当下性，不管你什么宗教，安尼就安尼，哎，宗教是后来的，立的教，啊，这个日课是。还没有地球就有这个真理啊啦，你到了地球以来，这个真理永远还是存在的，啊，不是我们用啊，我希望我们挖进的挖进的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所以顺天则昌，逆天则亡，啊，这个是择日课、择日学的，应该注意的，也是非常高深的境界。面面要俱到，啊，才会平安，啊，若是稍有疏忽，我们遗憾就到，啊，这一点呢，啊，今天我们借着上课的时间，啊，公布给社会大众，大家来学易经，做人处处可安心，大家来学易经，家庭圆满一条心，啊，所以我们欢迎各界。啊，来报名我们各地易经大学，我们正积极的招生，希望大家学了啊妙法以后，保家卫国，共创和谐的家庭，幸福与光明啊！祝福各位。